说到新年，当然是越多人越热闹了。再加上奖金奖品，真的就是锦上添花啦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准备好哦，因为在十二月份呢，我们将会分别去到雪龙区、吉打、柔佛和彭亨州，跟大家一起见面玩游戏。没错，我们将会踏出录影棚和你们见面哦。有首发的空间，了解更多的详情，不要忘记十二月份，你约定跟你一起饭起来，我们不见不散。